我到你家，然后我就喊我天天盯着这个盘，早上还是拉高一波，下午马上就给你砸到底了。我要是说我不盯着这个盘，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几十万别了。这个股票这么个折磨人的吗？哎呦，刘总。哎呀，志哥，志哥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金牛座。要不你坐这边来，坐这边来。我刚好记录一下子。哎，又说普通话了，妈搞习惯了。搞习惯了。不怕嘛，讲方言的是吧？讲方言了吧？什么情况？你是全部熬赢进去了？哎，没办法了，这个盘我到你家，这两只股是我已经看了一两年的时间了，只此记录一张。哪晓得国家政策一变，这项经济也不好，这一下子的股票就落去。这两天没有吃好饭，东公司的工资杂七杂八的款又超人那些，我是想说拿给你这三块料子来你瞧。是了，我瞧瞧嘛，哥。哎呦，这个股票，我个人我是不盘动啊，我也入了一点了。要玩的时间长了，可能没有钱了。以前我也赚了个零钱的，现在就在股市也赚过钱的。看了这个行情，摸不着。最近真的好像是波动很大，是吧？对，波动很大，就是有点大起大落的那种，是不是？就八号开始就跌三天，涨一天。你看，我记得国庆放假那段时间很火啊，那时候放假前大涨一波，大涨一波，是因为国家政策出来了。放假以后呢，就是说大庄家呀，还有股东啊这些基本上不看好嘛，所以他撤得快。小股民就都套到里面了。那我这200多，我跟你讲，一下子20多个点有，那挺多钱的。本来我是想着它涨一点，那我退一点股票。现在套在里面，这两只股我绝对不卖。我预计应该下个月应该能拉盘，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大庄家入场了。这个我是不太懂的。我个人我也入了100万，但是我都没看过，好像也是亏的。也是亏的，兄弟们。我跟你讲，赚点钱就拉出来了，不是长期搞这个的。我的很多催友大哥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其实小志，我觉得那并非你的专业，其实不建议你进去啊。进了一点呢，其实是跟一个朋友一起去弄去玩的，就是他在操作，我完全不管。但是我听他说最近也是亏着钱的。回归到正题啊，看一下料子。哇，这个是刚开出来的啊。前一两个星期我自己要打两条，原来买的时候也不多，这才是10多个。你要是说看的时候嘛，那就10多。我意思这些就是我买加购了，我来就是直接一下子给你低价了，不多这种。其实我觉得你有时候做事情是真的是单刀直入，很爽快的。其实我就喜欢这种爽快的。我感觉云南人做生意都很爽快，是吧？对，云南人都是这个风格，没毛病啊。兄弟们，我们一一看一下吧。啊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达玛坎的这个料子啊。这个料子的话，玉肉整一个已经能看到它蓝底的一个状态啊，玉肉发蓝的一个状态，发黑，那种是特别好。但这个料子这里有一道裂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而且是隔光的裂，那说明这一道裂其实是进的挺深的啊。你看隔光，灯光是已经通不过来了，背面是能通，这边也能通，所以说这道裂我预计它是进的挺深的，起码是有一个3到4厘的样子啊。亚登看它的一个玉肉，其实种的话其实相当 OK 的，一个糯冰往上的种水，市场价还是不便宜的啊。整个来打柱子都漂亮，甚至我们做一些阿弥陀佛啊，做一些这种不动明王啊这种题材啊，它会特别特别显功。直接呢，先想买多少钱？这个25万卢嘛。直接15是吧？16呢，25万卢，这个便宜一点。抱歉，这个13万，这个料子也是达玛坎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整体它这一包都是这种一个满黄满红的一个状态啊。我这种料子其实雕刻东西的话，这个出货量也是特别大。其实很多催友对于这种色泽就是不怎么对装啊，这种的话我们就好卖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木纳的料子，明显它的皮壳是非常非常紧凑的，是吧？微微起包浆，那个包浆皮这边有色泽，那色的地方开进去确实也是见色了。你看这个辣绿色，特别辣。木纳料子的一个纯度甜味完全看到了，给点斜光，它的一个种其实特别到位了，只不过它没有抛过光，就是大家可能还是看不出来。那压灯上去呢，整一个这种白度纯度都特别好。这个料子我打进去啊，滴滴边状的 build 直接到裂了嘛，都是明显的裂。这边雾厚一点，感觉这边的话属于包浆皮壳，就是并没有很厚，是吧？压开就看得到。其实很想买一点这种全堵的料子来玩，但是玉立市场来说，兄弟们很难买得到。我是觉得这木纳料子，
它越往里面会越好，而且蛇是能够进的那种东西。像这里类似于蛇蟒的这种，叫什么蟒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一条内容往这边延伸，这里还是有啊，这一包下来这边就细掉了，蟒带就细了，就没有色了，基本没色了。这里还有，你好好说嘛，想买多少钱？三块六的都给拿不下，讲个合适的灯笼。我当你这样，这一块料子是一分都让不出去了，这一块料子是我买多少就买多少，要的多少？这块料子我们不讲了，就做十三了，就做十三，就做十三了。这一块料子我给你办的是十六嘛，涨个五千块钱来，十三嘛，一件十三，蛮不好。花了十三万花的，那就交两千块钱了。不是，我看你是真的想买啊！我是这样讲的，我不等着赚钱，但是我等着用钱。等着用钱啊！相当于是大本嘛，本几千块钱，我只当上个跑路费，因为这两天房东跟他交房租。几件要多少？我估算了，十五万嘛。我到你讲三个桌子，你拿的份随便回去赌一下，最低起两个。钱够太小了。不值这种钱，你换个大些的钱头照样逃得进去。哎，这逃不了，这个料子我预计也就是51、52的圈口了。有一说一个，刘哥，不咋对账。咱们先把电台离掉，就十三万，你不要给我扯了两千了。今天我们再好好的看一下。你要是说单看这个股票接头涨，我不会买这些料子。我到你前两，我正好我天天盯着这个盘，国家政策是哪的，庄家是都哪的。政策是一样，庄家是一样，小股民也是黄，早上还是拉高一波，下午马上就给你发了跌。我要是说我不盯着这个盘面啊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几十万跌了，我当年我正好比公务员还准时。你公务员还准时？以前做生意我白虎买卖货，客户来了买卖货，正好是时间一到，闹钟都上好了，早上叮叮闹钟一响，赶紧敲这个盘，头都大了。我公司头都大，我公司里头的事情我都蛮敏感了。我这两天的时候说，因为经常运转着，比较困就得了。明年的房子也要交，一下子几十万，你们房东还没钱。没，哇，这个股票这么那个折磨人的吗？因为它往上跳一个点，你就可能像这个大哥一样，就亏几万。你说这个料子嘛，便宜滴滴给你了。不是，你帮我回一笔资金，弄清周转哈。这个料子一年十个点、十五个点、二十个点，但是稳着涨的。股票不一样，股票是今天涨五个点，明天砸五个点，三天的话十多个点的跌了。没，也没办法，这两个盘是我已经看了一两年。那听你这么一说啊，我还是觉得玩石头好一点。那这样子嘛，这一件22万，你再交2万块钱，我多呢我不到你讲了，24万真的。这一回你先帮我，先把料子收着了，下一批新货我和你第一个交。没没，哥，对不？我不是说，哎，陈总，你今天要急用钱，我可杀你或者怎么样啊？我现在一种很青年人的那个，你很多料子，你性价比不高。我拿给你的都是些好货，这种水桶的料子呢，20天不会少吧？我为什么我囤的都是些好料子呢？因为得拿那个。不多说了，加一万，23万，再加回去。啊哈哟，刘哥，加两千，加两千，再加两千。叫财务帮我转好。是了是了是了，先不先我给拿去了。是了，还有我就比较。我叫冰冰还是转给你的？啊，是了，辛苦了。是了，这十万火急的样子啊！这大哥，这炒股票真的炒得鸡犬不宁啊，走火入魔的感觉了啊！对，兄弟们，今天也算解漏了吧？这种东西起货一件带色的这种大牌一件大万数，那能取多少件货？这个大家自行想象。这一件一个小圈口的手镯我有啊，这料子我预计能够出到一个51、52的，虽然圈口有点小，但能出手镯那肯定最好。出不来手镯这种料子全部干珠子的漂亮，包括做出来它那个种会泛得起来啊。石头啊，看涨看垮，我们行家人基本是八九不离十了啊。那股票这东西真的看涨看，我们是完全看不懂，不过我们也在学习当中啊。不过有一说一，我们的领域是什么领域，还是这个东西得把这个东西做好。屏幕前的室友们也是一样啊，就是你们自己的领域，擅长的领域去坚持去做好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坚持这两个字虽然很简单的两个字，但是其实它的意义非常非常深刻的啊。其实大家去坚持一件事情其实是挺难的。 OK， 这两个料子有没有捡漏，室友们欢迎打在评论区，好吧。我是小智，玩翡翠要么识人要么识鱼，下期见。